在能够是很苦，在发生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实业家、老板还是什么，都会变成一种人而已，就是灾民。把握今天的这个读书会的因缘，请大家一起来付出爱心，为这三个国家的灾民给予援助。我们金钱上的要支持他们，精神上也要支持他们。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饿肚子，我就只喝一杯茶而已，就是可能省那几块钱，可能也可以算是一种捐助。书包，甚至他的书本，还有孩子用餐吃饭的部分，他们都即使需要更多更多外援。所以我们身为弟子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发起，而且让更多有福的人可以有造福的机会。很期待的，我们的菩萨有福者，把我们的眼光展开得更广更阔一点，再回观自己，自己福啊，有福啊，自己的环境啊，平安呐，真的要感恩呐，能有感恩心，能知福的人，我们真正的要起一份心念，付出一点点的力量，对这样的灾情，对这样的人生，绝对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期待着这一群苦难人，因为有你有我，有大家的爱的能量，让这一波把他们扶助起来，让黑暗的给他们一点的光亮。这就是期待这一回的因缘啊，能给他们的希望啊。昨天的新店啊，大家呢汇合起来也是很盛况，各社区整个已经都全部动起来，我们也要用这样的具体的行动让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启动，然后我们要启动这所有的悲心跟爱，然后呢去为这样的苦难的众生去付出。其实大家的心是热的，所以我试着呼唤他们心中的爱心，那也很感恩得到很好的回应，大家做得很开心，人人尽一份心力，这种尽一份心力能带动起来志同道合，这不就是一股力量吗？所以我们还是呢要不断的来呼吁，这期待呢是一段很长的运动，把爱呢启发出来，人人那很感恩呐，就把这个爱串为规条的河流，入于大海呢，成为慈航，来普渡呢。现在急难帮他渡过，事后呢能帮他呢，能不能给他们安身之处？看看这个黑暗的能帮他们点亮起来一盏灯，这都是只要我们有心愿，也许可以做得到，在富裕的这一些国家，这么多的天下人
天下的爱，我想都可以做到，也看到百丈一脉，同样呢，这有汤家搁会当做好事。其实啦，你也做了啦，这拢爱钱，他以为就是安尼一般，买人呢搁有汤家，这总是呢，这爱啦。咱那个师傅还搁会当来迄个救济啦。啊，听手啊听，我老公哦，今天要休息啦。啊，不过听到这个消息来，不能休息啊。大家都做得很欢喜，那希望能够共聚善念啊，那把这份就是哦这个爱心哈，能够送达。现在这个时候呢，要有人呼唤、呼吁，有人出力，那有人呢有心付出，这才是呢我们现在呢。尽心力 的付出，所以说来遍地星光啊，乃当整个地球上的人人的心灵呢，这个光呢都起来，一分爱就是一分光，让它的光啊能亮起来，就可以呢照破了千年的黑暗。非洲系统有多少国家没有灾难就已经很黑暗了，那假如啦有这样的因缘，是否可以一灯让它呢照起来希望、哦、这需要我们人人呢在一点滴 的光、哦、灰金锅嘛有光亮啦，真要感恩的人很多哦。斯里兰卡呢也开始有了，我们去救灾的南亚海啸的那一波，现在留下来的种子，他们也开始启动哦。好多个地方呢，不管是南非、非洲、欧洲、五大洲呢，都差不多。陆陆续续开始传回来的信息，一并呢向所有发心啊启动的国家菩萨们，致以最至高的敬意与感恩呐。是啊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已经呢一步一步呢因缘成熟。那踏实的往前走，不过不知道还要多久了，这都是我们未来啊，就是现在起步的目标。感恩呐、啊，前面呢投入在这种苦难人中的菩萨，真菩萨，真感恩您，好。感恩师多了，昨天也看到了，对，耶诞的成吉思也回来了。昨天我也听到他呢，在难民营里呢，也帮助了不少的孩子，受伤啦、啊、有病啦、啊、等等呢，他也还是继续的支援中哦。感恩的是很多了。慈济人呐、啊，这宏观天下哈、哦，都看到的，希望我们伸出手来，啊，发一份力量，照亮他们的光，这都是大家可以做得到，举手就可以做到的。那只要我们发心用心，那都可以帮助的啦。感恩呢。菩萨们的启动爱心，说不完的，好事，请大家人爱个心肯着，唔是讲哦，我已经关过啊，你关过啊，还要传文法、说法、传法，那就是我们已经付出，还要传，鼓励别人来付出。
还要呢源源不断的流传的这一串的爱的能量，应该大家人听有啦，感恩大家啦，那期待呢我们爱的能量成为一条河流，把它串起来，那流汇入啦大海里，那成为呢慈航普度苦难众生。虔诚祝福大家，但愿天下都平安。